嘉义甲客家的界线，可能嘛参将军界线，这条是将军溪。将军溪溪洲桥，过去边应该就是客家，无就是将军吧。那往较海边啊咧行，会往将军乡、将军区吧。花中桥102年，将军溪，咱就沿将军溪来出海口看卖，出海口。将军溪自行车道是一条，看起来是人行道啊。咱沿这条自行车道。伊是安尼写，等这条来骑看卖，即马无人咧骑脚踏车，咱骑起嘛袂影响着吧？哦，骑差不多一两百公尺尔，这看起来无大啊。我穿短裤可能会去互草啊擦。去试看卖吼。我看还是刷，咱个手、脚手脚挂着加洗。沿将军溪这条路，树荫算真多，佮种无啥共个树啊。哦，路边佮有一个所在，真对石头个，这专门咧卖石头个嘛。原来，我拢藏藏伫遮呢，遮特别。原来伊咧建筑物买石头，可能就是拢来遮买石家庄啊。路边的这装置艺术咯，装置艺术，高水啊，对面嘛一对一只，靠了桥，靠起来靠，古金箍棒的箍吧。将军区的灵骨塔，这应该是公立的，看起来较简单。将军溪桥86年就做好啊，将军溪是真正真大条的感觉。溪边阁有装置艺术，零啊料米皮。溪南迄落红菜头啊，五母乌鱼子，五母，德高山极限，这看起来是抗日哦，抗日烈士，抗日烈士，这嘛是一个将军吧，将军溪红粉，静海，高西人哈、啊，怪。溪边阁有神心的灵书，做一个凉亭啊。这凉亭啊，唔知咧方看水啊，是咧来只钓鱼啊。这个详细看，这手柄、正手柄拢有咧，拢做者这种平台，只是讲只有这个。做杂念，起到一个平台。这算较接近出海口的所在，就变足快。还有一挂，敢那会使一挂土，这粒的可能有啥物，唔知有蛤蟆、蚱蜢会使钓。这海边啊，大家拢拍个红光光。这应该是60号快速道路，这边啊，阁有楼梯，会使让你行去钓鱼啊呢。拢会穿插一挂装置艺术，这应该是
乌面什么皮啊？黑面皮鹭吧？乌面拉杯吧？拉来拉去的杯。接近出海口啊，有一个西龙将军提刀海鳗虾啊，比目鱼、乌鱼，很好，真鲜。红啊嘛，白鲳，鹅啊，七青鲈、鲑鲈。刷色 milk fish， 哦，这个叫做鱼缸钓，欢喜包缸鸡，真奇怪的名，刷鱼嘛，回条啊，恰起啦，嘎啦，真钓嘎啦。这木鱼啊，白带鱼、乌鸡啊、石狗公、尾山狗、性老洞、水性江、水流沟、游海将军。哦，正甲尾流是尾山狗的骨干，食大起来可能嘛。捌真老嘞，曾经真老嘞咯。一挂种地艺术，餐厅嘛是一个会使食物件的所在吧，餐厅是啥货？有人直接钓鱼啊，哦，搁放过来几条竿。有一挂仙八种，较多菜，搁有仙灵草、仙灵草、火行翅、火行翅、仙八种、仙灵草。阿毛伫只森林将，森林将，森林将，这应该就是西龙将军铁红，穷将军铁，施琅将军铁，这个梯啊旧甲变安尼，真正是厉害。今麦看到梯啊旧甲变安尼拢特别有感觉，顶一届去到摔落去了后，今麦对梯啊的神神。观海亭，有点年纪的装置艺术，整个梯房都有味道，还有一些老伙子在那里。嗨，将军溪出海口这有这么小只的船，这真的一个人多好呢，炸两个汤啊，抓鱼啊，多好。看来有要建设一个敢那袂歹的所在哦，智慧水产加工物流运筹中心，鱼港拍袂着，鱼港管理中心，将军鱼港，看来是个大舞台呢哦，应该最近有大活动哦，将军湖夏日音乐节。在当时开始，反正这礼拜就开始啊。第一届看人咧大舞台呢，就要用那类似吊球的物件吊上去，吊重物的。这一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？你知道有看出来无？这是 LED 看板，拍卖中心有几单咧卖鱼来讲。果然是这礼拜将军吼，7月20，911，楼俊硕好像有听过哦，杨乃，然后礼拜天晚上都有，六日两天晚上都有。好，将军渔港是来过蛮多次的，
来很多家裡面很多單位的哦，但是今天是平常時啊，很多都沒開了，將軍魚港停很多魚船啊，而且旁邊很多，這應該是一個人一家，他們在放東西，放房子，處理房子，還有這種補帳，補房子帳嘛，看他們在那裡補房子就對了。這還有設一個那種釣魚的垂釣區，釣魚區，最近說將軍和將軍號將軍化禁忌，我來做了新鮮的應該打做好很爽，這個沖水的這先前的，它是用腳進去的，用白梯子的，我立一下加素食，这个、世界愈建设愈方便啊！这便所拢新用好诶，所以足清气，足素食诶。刚刚的垂钓区应该是在第一边钓鱼诶所在，但是今麦咧时间无多钓，礼拜伊个。画图画甲水水啊！再佫有一间做游艇的公司，统一游艇。然后将军渔港的边啊，上有名应该就是马山沟滨海游乐区。哦，原来今年拢无开放啊！这一台不大，但是看起来蛮赞的，很新。朝霞888号 Shimano， 哦，这个 Shimano 是变那个脚踏车的变速器的品牌，引擎还是 Suzuki 的。将军乡生态公园，20冬前哦，差不多20冬前，这看起来应该嘛，无啥人。看起来真侪那种烧酒的那种。哦，本来想讲这生态功能，敢那什么拢无，是真正什么拢无啦。但是行到尾啊，会使通去海边啊，只是乌托邦这种沙，那唔知骑会出来未？要入去进前，边啊一堆垃圾，真害！这世界就是有一挂垃圾人，乌白蛋垃圾。明明台湾都这方便啊，还搁个蛋在家嘞。今嘛5点外要6点啊，拄啊看日头落山。看一下晚霞的台语，等下再来查一下。暗霞吗？查了啊，是红黑红霞，黑就一只红黑。人生第一次穿袜仔来海边啊打沙，反正这袜仔拢是要淡掉的。都看到路边有螃蟹在跑，然后就不见了，感觉可能是这一只哦。我挖起来看一下，哦，有点像哦。哦，他往下挖，觉得手刺刺的。好，他很快又躲进去了，再来骚扰他一下。哦呀！
那等一下找到位置又会沉下去了。进去了，稍微看得出一点点痕迹啊，稍微。小瓜块出来喝，麦克啊擦，准备要搬书回调啊，搁翕一个红黑，红黑，晚霞，红霞。